好，现在大家都安装完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看看了。那我们刚刚讲，其实嗯哼本身有两种版本，一个是 Web 版，一个是电脑版。好，那下面这边呢都有我之前写的文章，如果您有兴趣都可以先去参考。那我们先看一下，您看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一进来你就有一个这样的画面，对不对？不喜欢先换别的，有没有切过来？嗯，有了哈。好，那你可以看到呢，你们因为网络摄影机都有装上去了，所以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你已经在里面了？那我现在呢就把我先收起来，哈哈哈哈。所以来你看，我先把我的这个网络摄影机我先收起来。好，那各位的我也先暂时收起来。那么现在呢，你看我从右上角这里有没有可以自己选摄影机？所以你万一有比较多台，像我这样子，你就要自己挑一下。好，比如说我挑这个。事实上，如果你有蓝绿幕的话，这里也可以勾起来。好，这样去背会比较精准。你看，像我们现在用 Google Meet， 请问有没有蓝绿幕去背的效果？啊，没有，对不对？但是它有虚拟背景吧？各位，我这样会很过分吗？你知道我后面没东西啊，可是我就站在这里啊，只是我不好意思动得很快而已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动得很快，你会看到一点点的后面，这样了解？好，你有没有感觉不要蓝绿幕，你比较轻松？但是你会感觉到我跟你的有点不一样，哪里不一样？因为网络摄影机比较好一点。因为我的这一台是有广角的，所以你会觉得，你看我有没有离我的桌子很远？事实上没有，可是你还可以照到我，有没有到这个大腿这边的？如果是你的，你站起来看看，你如果没有推到墙壁，应该不会跟我一样。所以其实网络摄影机买好一点真的有差，不只是声音，你的画质也会真的比较好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一下，哎，麦克风就没问题嘛，哈，我们就直接抓到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就看你要抓的是哪一个，哎，我就确定，好像我要抓这一台，我就确定抓它。OK， 那我可不可以自由移动？当然可以喽。所以待会你也可以自己先怎么样挑选，从右手边自己挑选房间。好，那它的房间呢，不是只有我们现在里面这几种。你看我这里切换，这里切换。慢慢的，这个季节快要到了吧？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大家觉得线上开会比较无聊了吗？现在我们随便换一下就有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这里不能满足你的需求，请从右上角这里有没有其他房间？自己从网络上下载，然后网络上就有很多情境，请问可不可以放自己的？当然可以。所以如果你这里往下卷动，有没有发现可以建立自己的？所以可以找你喜欢的，不见得只有它上面的。好，那你看我们在这里的话，好，比如说你想要这个 news， 那我们就看一下，在这里按一下加号，它就会从网络上把这一个布景主题把它下载下来。好了，你看我这里有一个的，我把它关闭。好，你看最下面有没有看到它的？各位知道伯恩夜夜秀怎么来的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一下啦。啊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，还没找到的。好，像这样子有没有简单？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您先找找看你自己喜欢的背景，好不好？虽然你现在头会比较大一点，但是先接受一下。回去再试看看，像这位老师用了我的之后，我就怕他回不去了，因为我那一台跟我这一台是一样的，好，因为真的有比较好的体验之后，你就知道说，真的不一样。